什么是高能量和低能量？负面的低能量，怨恨、后悔、内疚、嫉妒、自卑、绝望、挫败、羞耻、尴尬、责怪。负面的高能量，愤怒、怀疑、沮丧、担忧、急躁、压力。负面的挑战，所有的事情都是问题，关系是挑战。正面的低能量，安静、冷静、平静、宁静、放松、焕然一新、和谐、当下、充分休息、内外合一。正面的高能量，慈悲、爱、感恩、活力、精力充沛、热情、全神贯注、多姿多彩。正面挑战，内外合一。一个不会游泳的人，换游泳池也解决不了问题。因为我是一切的根源，想改变一切，首先要改变自己的心。